走，人挤过来，达达来了。眼睛照看到了13000、11000，最后一下谁拿到？哇，达达拿到了这一条的凯撒，而且呢，小丹也已经倒了下来。这一把 DK 最后再喷，哇，没有喷掉阿豪，哇，这一波要打满了。这一把的幸运女神眷顾了 HKA。哇，达达真的是凯瑞，真的凯瑞，达达的埃罗就是真的。哇，那感觉不一样。天门这边往后走位是有成功的躲掉招式的，但是这一个凯撒应该是整理不掉的。东哥的话吃了太多的伤害，只能往后做拉扯。最快复活的小丹还有4秒钟，但是凯撒已经进了珠宝，点珠宝，恭喜 HKA 2-2拉到了打满局面。